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？不是，里面有料什么意思？那它里面没料，它里面有变成有点的压下去的一个压，它里面管子里面，你比如说磨一桶料，它压下去很大，半桶料它稍微有一点差，但是在半桶料以下，在这个地方它就变得会。压力就没有，但是我每一次那肯定都会有遇到，就是最后剩下一点啊，只剩了一点，但不会差太多，最后差一颗两颗，就感觉开始的时候都蛮好的，蛮准的，到后面大概就差一颗。